又醒了。我们练习一下装气质嘛，好不好？然后我尝试做不一样的表演，这样，然后也把很多歌就改成弦乐的版本。然后第一次碰到弦乐，就是我真的不懂，他们比较辛苦，就是我不太认识这样的乐器，一样都是有弦哦，也是差很多了。然后我都是用哼的啦，我以为就像 MI 就好 ，MI 李琴的 MI 在哪里？就是很难。沟通有一个很奇怪的沟通方式，后来他们比较了解了，这样，好，就这样。对不起，那我还是唱歌好了，好像你们不太愿意跟我聊天，不要不认识我啦。虽然我来自文明的国家，穿西装好像很文明啊。好。唱这首歌是，我写给就是部落里面很多年轻人到外地工作这样，然后现在年轻人碰到的问题又跟以前老人家遇到的事情不太一样，然后有时候询问老人家，不见得老人家会有很好的答案，然后还是一样要靠着自己的生命去闯一下。这首歌路在哪里？